许要比天还高。云那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。飞吧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，啦啦啦啦。风它轻轻吹过来，梦像翅膀，流星天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，回到这梦想的地方。今天轮到你看管魔杖了，要警惕起来，别随便让陌生人进来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陌生人进来的。那他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家的狗不见了，说进来找找。再说我也认识他。啊，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？他进来之后啊。那他呢？那个是他的儿子，出来找妈妈的。那其他人呢？狗不见后，妈妈出来找，妈妈出来后，他的儿子出来找，然后爸爸也出来找，之后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最后整个村子的人都出来找了。你们放心，魔杖还在呢。不信你们看。别打开！魔杖原来在这儿。火发寒。快去把魔杖找回来！我一定会把两根魔杖找回来的。要不要试试这个魔法改错纸？我不需要，谢谢。它是新产品。无论你做错什么，只要写在羊皮纸上，它就会给你弥补的机会。但是有得必有失，你会因为它而付出沉重的代价。代价？试试吧。我希望回到还没有让他们进门的时候。我家的狗丢了，能让我进来找找吗？我知道，你是黑魔法师变的。幸好开心超人你识破了黑魔法师的阴谋，看来真的有用。开心超人，你要好好的守护魔杖哦。放心吧，魔杖我藏在横梁上了，肯定不会有人发现的。你被骗了，我不是天心超人，我哈哈拿魔杖。哈哈，你也被骗了，那个箱子里没有魔杖。红梁里面才是。可是你已经告诉我们了。开心超人，你要好好的守护魔杖哦。嘿，啊！可恶，被识破了。
师伪装成我的样子来偷魔杖了。没事，魔杖还在这儿呢。啊！同样的方法用第二次还上当，你太好骗了。开心超人。可恶，又被识破了。不怕做错事的感觉太好了。开心超人用了魔法改错纸。对，开心超人用魔法改错纸，多次改变了我们成功偷到魔杖的事实。你刚才说用魔法改错纸的人会极度依赖改错纸吗？对，从而导致变得做事都频频出错，没有责任感。啊，我有办法了。啊，你不是在送阿波回家吗？还没送到吗？快到了。将军，一切搞定了。开心超人，你不会整个下午都在玩开心机车玩具吧？当然不是啦，我还玩了整个系列的机车玩具。你今天只是在玩机车玩具？难道没有好好看管魔杖吗？没事啦，就算被偷走也能够拿回来的。快追！呼哈哈，又是你！开心超人，你的秘密已经被我们识破了，改错纸不再有效了。就是你依赖改错纸的后果，都是我害了你们。没有了魔杖，就救不了酋长，又救不了尽心球，都是我害了你们。开心超人，你怎么可以随便让人进来呢？难道我一直在做梦？太好了，你们没事。别以为哭就不用找回魔杖。哎，喂，快起来，你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要不要试试这个魔法改错纸啊？我不需要了。等等，魔法改错纸，刚偷了两根魔杖，还剩一根，要是能回到偷魔杖之前把三根都偷过来。
丢了，能让我进来找找吗？嗨，你是黑魔法师变的！可恶，他怎么知道我是假扮的？之前得到的两根魔杖也没有了。我们只需要比天还高。